上流。我打的。你打的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什么态度吗？你是什么态度、啊？我什么态度？我请你下已经很多次了吧？什么叫你请我下来？我只接到你第二次电话、欸。第二次电话可是我、啊、第二次电话你呛什么啦？我有呛什么？请问你我呛什么？你刚没有呛吗？我呛什么？你刚没有呛吗？呛哪一句？你说，你说、啊。我什么态度吗？我什么态度？我请你下已经很多次了吧？什么叫你请我下来？我只接到你第二次电话、欸。第二次电话可是我、啊。第二次电话你呛什么啦？我呛什么？请问你我呛什么？你刚没有呛吗？我呛什么？你刚没有呛吗？呛哪一句？你说。你说、啊。你如果觉得。你如果不要。OK 啊 ，OK 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但是你打电话没有？我打的。你打的，你什么态度啊？我什么态度吗？我什么态度？我请你下已经很多次了吧？怎么叫你请我下来？我只接到你第二次电话、欸。第二次电话可是我、啊。第二次电话你呛什么啦？我有呛什么？请问你我呛什么？你刚没有呛吗？我呛什么？你刚没有呛吗？呛哪一句？你说。他打电话给你一直不接是这样吗？不方便接啊。你就跟你说到了不开门。老天，这么凶是干嘛？我没有凶啊，是你凶吧？接啊！你就跟你说到了不开门，老千，这么凶是干嘛？我没有凶啊，是你凶吧？请找钱，谢谢。哎，你先等我，你开门来我。好，先等我。干嘛？我就跟你说，我是外送员，我没办法帮你叫外送。他是律师，那跟我什么事？他是律师，你搞错了。你还占我的手机？你说我是外送员，我没办法帮你叫外送。他是律师，那跟我什么事？他是律师，你搞错了。你还占我的手机？那是律师。你还抢我东西？
抢你东西，你抢我，你再抢我东西，抢给我，你抢给我，你抢给我，你干嘛？我要打你，我要打你，我要抢东西，你让我干。好，我来干嘛？你给我抢东西。好，好抢东西。好，这个要抢东西。我正当防卫的，你把我车子弄成这样，我要你赔偿，全部赔偿，全部赔偿。这个车好好的一个。好好的，这架好好的。我就跟你说，我是外送员，我没办法帮你叫外送。他是律师，那跟我什么事？他是律师，你搞错。你还抢我的手机？那是律师。你还抢我东西？抢你东西，你抢我！你再抢我东西！抢给我！你抢给我！你抢给我！你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你抢给我！你走开！你自己过来的。你抢给我！你抢给我！你抢给我！你把无理取闹！你无理取闹！你抢给我！你虎抱我！你不要再动我！你摸我！怎么我怎么样？你不要去看我，不要打我！好，你走开！你杀了我！你是不要放我！你要学生的？什么？我没有撞？对不起，你自己跌倒的！你打我自己跌倒的！先分开！你打我自己跌倒的！等警察来，等他们讲。后队！好。你打我自己跌倒的，后退，无理取闹，我来送三楼的外送披萨，然后我车上有一单要送，他们两个喝醉了在旁边挡着路，我说我还有地方要送，我要走，然后他不让我走，然后说我要叫披萨，你要不要吃？他问他要不要吃，叫我去帮他送，我说我是外送员，我怎么帮你送？你要上网订购，他说我态度差，我说我不想跟你讲话，你喝醉了我不想理你，我要走了，搭我的车把我推倒。把那个男的追过来打我，我正当防卫，抓住他，挡住他，他自己摔倒，他受成割成这样，然后说我打他。